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果果，今天来给父亲挖树苗了。上次已经卖了一些，卖了大约有900块钱，这些呢是人家不要的，挑剩下的。我呢还是觉得这些树苗还挺好的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挑一些出来。父亲呢现在去回家吃饭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咱们等等看看父亲来了再挑一挑吧。如果实在挑不出来的话，就只能当柴烧了。来了呀，你怎么样？你问问。没有药的，咱退用啊，留着用的。种哪了？该种这个地了。地里不能种树啊。嗯。你还准备明年还种树啊？你不种树种什么啊？你这是树。你今年就没挣着钱，你明年还能？你看看，妈妈又不是痛。你一年200块钱，一年一只，我怎么说的？一年200呀？哦。怎么？那不难呢，双苍蝇有那个。哦。你说多了，你淘宝，你就不找呢。对，那个地就是种一些种菌了哇。哎呀，哎呦。还四分地啊，这那头现有的已经这一了。拨出去呗，不种了。哎呀，你快点，拨出去呗，那么长的话一溜溜，这一起的精了，咱也没有那本事去找，那就叫他那个，就叫东胖跑去了，东胖跑的多。咱也没那头没有这事，也都没那这事了。谁麻烦全是的那种地啊，那种不什么人份啊，哎呀，那么包出去吧，包出去一年200块钱，包出去吧。吃吃。